这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深度放松的冥想。即将参加考试的学生，收听本音频，可以帮助你紧张的大脑得到最大的释放效果。请你坐下或者躺下，闭上双眼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，很好。再一次吸气，然后缓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呼气。现在感觉到身体开始放松了，放松你的眼皮，暂时先把还没有复习的功课放到一边，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，不要去想高考之后或者中考之后考不进理想学校怎么办，不要去想。让自己的眼皮非常的放松，让这种眼皮放松的感觉蔓延到你的头皮，蔓延到你的额头、你的脸颊、你的下巴，感觉整个脸部肌肉都松弛下来了，整个头部都放松了。随着你每一次呼气，你将可以得到更深的放松状态。越来越放松，安心的跟着我做完这个放松练习之后，你去复习功课，会让你的记忆力变得比原来高出很多倍。你感到浑身越来越舒服，如果你的上下牙齿还紧咬着，那么现在就放松你的牙齿，
感觉整个头部肌肉的紧张通通消失了。一会儿，我会从一数到三，每数一个数字，你都允许你的身体变得更加放松。放松很多很多，一，越来越放松，二，越来越放松，三，非常舒服，非常放松。让这种美好的放松感觉从头部扩散到你的肩膀，放松到你的后背，让肩膀和后背一起卸下你所有的学习压力。你现在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和舒服，有洋洋姐姐陪伴着你，你将不会再焦虑。让这种松弛的感觉越过你的肩膀，慢慢地进入到胸膛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我们的身体继续放松。让我们进入更深更深的放松状态。我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深，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放松。我的声音总是能引导你进入更深的放松状态。跟随我的指引，也能帮助你变得更加舒服。
更加的舒适。进入到更深的放松状态，越放松，你就会感觉越美好。越美好，你就能变得越放松。现在，将这种美好的放松感觉从胸膛慢慢扩散到腹部，慢慢扩散到你的臀部，让这些部位的肌肉也慢慢地变得松弛柔软。吸气，呼气，接着让你的大腿也渐渐放松。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身体都会继续的松弛下去，进入更深、更深的放松状态。变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放松。放松的感觉继续向下扩散到你的膝盖、你的小腿和脚踝，整个双腿的肌肉都非常的松软，你感觉平静舒服，而且非常的自在。吸气，呼气，你的双腿，你的双脚变得越来越舒适，越来越放松。现在，我想让你放松的更多。进入更深层次的放松之中，深很多很多很多。
多很多很多。再一次，我会从一数到五。当我数到五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自动加倍你现在所拥有的放松感觉。一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让这种感觉陪伴着你进入更深的休息状态。Thank you.